然界中最致命的毁灭性天灾之一——海啸。滔天巨浪铺天盖地，将所到之处摧残殆尽。海啸威力有多强大？2004年南亚大海啸，2011年日本311大海啸，都还历历在目。台湾也有面临超级大海啸的危机吗？海啸界有一个很有名的术语，就是曾经有海啸，以后就一定会再有海啸。台湾平均每年发生965次有感地震，这些地震活动或许可以从断层找端倪。那么海啸呢？2011年开始，科学家陆续在屏东九鹏沿海以及兰屿北岸发现数颗神秘巨石。要解开海啸之谜，就从这些巨石开始说起。专门研究大地构造及沉积学的东华大学严君毅副教授，2013年担任台湾古海啸调查的计划主持人。研究团队一步一脚印，挖掘埋藏在地底下的秘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海啸过后同样会留下蛛丝马迹。2011年，日本学者太田洋子与台湾学者在屏东九鹏沿海发现三颗巨大的珊瑚礁石。那其中像这一颗呢，它的最大直径大概在5.5公尺左右，那高度大概是2公尺，距离海岸线现在的海岸线大概是80公尺左右。海啸石啊，它其实代表的意义很重大，它就像命案现场。墙上溅了血迹，所以就有机会去还原当时的命案发生的经过。是不是被海啸从海底带上来的海啸石？科学家帮石头进行定年，确定它们具体出现的年代。距今大概5000年以来了，曾经发生过海啸事件。那把这原本呢，在这个前缘的部分的珊瑚礁呢，折断，然后把它打上来到这个陆地上来。它不只会打到九鹏，往北它会打到台东、成功，甚至花莲，往南会到达垦丁。所以这三颗海啸石的意义很重大。目前科学家在台湾发现的海啸石数量大约只有10颗，又缺乏详细的历史记录。2014年，严君毅副教授与日本学者合作，到日本被确认证实的古海啸野外区域调查取经。2017年，节目团队跟着严副教授前往拥有数百颗海啸石的日本石垣岛，一探海啸石的庐山真面目。距离台北270公里的石垣岛，1771年4月24日，一场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引发明和大海啸，被视为日本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海啸之一。走进明和大金波卫灵塔。里头纪念着在明和大海啸中丧生的村民，阶梯上满是青苔，可能许久没人到来。碑文上还原1771年无情海啸席卷石垣岛的经过，
当时地震规模 7.4， 震源在石垣岛南南东方40公里处，海啸高度28丈，相当于84.8公尺，不过后来学者修正为40多公尺，至少有7层楼高，8个村落全被淹没，因海啸罹难人数更高达9313人。潮水退了，它整个露出来，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两颗，那其实这两颗本来是接在一起的。原本空旷的海湾，在海啸过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海啸石。那十几吨的重量，要用什么力量把这个东西移过来，这就是一个问题。石垣岛的公良湾属于冰台地形，就像一个很大的平台，一直往外延伸到约1公里处有浪花的地方。当海浪越过冰台前缘，能量就会逐渐减弱，无法直接进入海湾。那问题就来了，海浪进不了海湾，这些巨石又是从何而来？这个东西的来源在哪里呢？在比较远的浪花的地方。这颗高度超过3公尺，相当于1层楼高，宽4到5公尺，重量约30吨的海啸石，上头的珊瑚也透露出一些线索。它是已经至少被转过180度。一般的珊瑚礁是往上生长，形状就像扇子一样，但这颗石头上的珊瑚却是往下，代表它被海啸带上岸的过程中，可能因为滚动翻转好几次。来到距离10多公里的星野湾，这里同样分布不少海啸石，而且比起公良湾的海啸石更靠近岸边。他们做过模拟，做过推测之后，这些很可能都是1771明和大海啸的时候，最后把所有在冰台上的东西全部扫到靠近这个岸边来，甚至上岸这里。专门研究古海啸的日本学者后藤和久及研究团队，2000年针对石垣岛500多颗海啸石定年，发现特别在某几个年代，海啸石分布的数量特别多。在过去2000年，它是有7个主要的海啸事件被这样的石头记录下来。这也意味着石垣岛遭受海啸侵袭的频率相当高。在公良湾与星野湾所看到的海啸石，大约被巨浪推动600-700公尺到岸边，但我们在陆地上又有惊人发现。这颗海啸石比先前看到的还要更大，大约成人身高的3倍高，重量约100吨重，约70台轿车的重量，被日本指定为国家天然纪念物，是被2000年前的海啸给带上岸。如果说它是从海岸直接搬过来，其实也搬了100公尺，爬了10公尺，这也需要很大的能量。石垣岛可以说是海啸高风险区，沿路上我们也注意到路边电线杆贴着海啸警告标示，分成红、黄、蓝3种颜色，上面标示所在点的海拔高度，红色的海拔高度最低，若发布地震警报与海啸警报就要立刻逃离。看得出日本面对海啸有一套标准的逃生程序。看完了海啸时，很多人心中一定会想，这些巨石真的是海啸带来的吗？台风所掀起的狂风巨浪是不是
同样也能搬动这些大石头。台风巨浪呢，在流体力学里面，我们认为是它有点像是一个很大的漩涡，这漩涡大致上有点像是空气跟海水卷在一起。台风风暴与海啸巨浪有何差别？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实验。吹风机代表台风的暴风，水底的小瓶子代表海底的物体。即使是这么浅的水，都很难造成水底的波动。即使贴近水面拼命的吹，底下瓶子仍然纹风不动。台风所吹出来的浪，基本上影响的范围了不起就在30公尺以内。接下来运用推动板子制造出海啸靠近离岸时的运动模式，可以看到海啸垂直方向的水平速度均匀，不像台风只吹动海水表面，因此海啸很轻易就能带动水底的物体。在很多次台风之后，去看到的石头的破都 的分布，通常是多、片布、碎。那海啸很不一样，海啸是一两颗就停在那里，它的大小是3公尺到5公尺，还有甚至有更大的，有10公尺这么大的。海啸石的存在，为确认海啸是否曾经发生的方法之一。但这个方法在台湾恐怕不太适合，因为台湾发现的海啸石数量太少，研究团队只能挑战另一个难度较高，隐身在地底下的海啸沉积物。透过古海啸研究，能找出台湾海啸发生的周期吗？台湾周遭海底又潜藏了哪些可能引发大海啸的风险？